啊，李队，哇，一样啦。三地啦，已经开始吹啦，哦，八十啦，八十啦，三地啦，开玩笑啦，想骗钱来三八多的。够了嘞，哎，这首困鸟，我看你啊。你前三百多，哎，换两个查甫来看到我嘛，我操，长得少年我哎，来边前三百来，来一个，你看看这造型我哎，你来吃看卖，你话叉死，这老神经衰了都。来两个，这三家三百，几家都少啊，来，要吃边前的，这不用煮了，切一切单杀啦。三百多，来三百块美金钱了，来五百块的，你是大家呢，我们给你家呢。冰姐三百块来，真的好吃。你们买不可能那么便宜哦。哦，我们是乱卖的。哦，来三八包冰姐过来，宝贝的吧。来，大哥前面大哥要哦。来三百块，来冰姐三八的，外面来冰姐，来三八包来冰姐，来前面有拿大冰姐的，你不敢再往后拐。来三八来，这几天上不光掉，冰姐三八，切切，百零八百块。沙拉的吼，南京真正好食。来三百，拢看下未？三百好，我是捌食过煮汤的啦，我是切切落去食。我是切切落去食啦，来三百好啦。我见啊，恁欢喜啊，要啊树林道的台子啊，吼。三哥，你要虾啊？下场。好啊，来三百好。哎，冰姐拢准备了啊，冰姐三百，三百，来谢谢哦，来干杯啊！终于轮到干杯上场了。排队啦，现在啊！来，你要吃干贝，看下，宝哥安怎啦？宝哥要对啊，要等伊凉糖啊，你啊！开门几排，你免烦恼啦，啊这边无烦恼，歹势。来，这干贝用煎的、用烤的、用煮的都很适合，一盒五百公克，两盒一公斤，不用卖一千也要八百、九百。来，要吃五百块哇，干贝要五百呢，招一个咩好无？来五百块啦，这是爱排好几口气势，我来讲。真正爱食干贝，来一个蛋饺。你有恁欢喜啊？来，他带上楼，我要食虾啊，我带袂去。爱八八八点哦。啊，走啊！好好好，有没人心动？这个有人要，我帮我稍等一下好吗？来，干贝五百块，谁想？来，这一盒不卖，这一盒送给你。头家无滴，无见过，再我袂收。来，五百块干贝。来两个。来三天五百，你无得买啊？来五百，五百块嘞，五百块，卖到几点啊？外公看一个人买啦，我这是只都平平的啦。后尾就三起啊，五百块来包袂紧，来五百块，来五百块，来五，去送哦。一起啊，哥，你拿来啊，五百块得啦，送得啦，变好命啦，来五百块啦，一个人两公斤四盒啦，好小送来干杯，五百块得啦，无人干杯来平啊。你啦，无人干杯来平啊，我过来谢谢。来五百块得。大家陪你五百咯，好煮好用，直接五百，我全省平平咧五百块，来五百块来，前面来到到，这个我白白啊，五百块，四千啊，来五百来，大杯两杯，五百块来，三千五百就收收啊，四千去，来五百块就干杯来，五百块来，拢关了，来拢啊，我见，来五百咯，三个，来这边，来再来，来谢谢招呼哈，来我表我。好呀，我过把我收钱。我们也两个。哎，阿五八招牌，安尼吼，对，安尼真就是两个啦。阿招一张五八。来，再来，阿个招一张我来，安尼四个阿袂挂咧。啊，这啦。感谢哈，谢谢我全部好恁哈。来干杯，够不？来干杯，来够好啊，够好啊。哎呀，俗着呢。来，再来。来干杯，上不客气，来把我放起哈。哎，我起码是做好人。来啊，上不快干杯，来阿姐个下。都来看条嘞，这条哈来五百块来，最后剩五个人去，四个人去。阿姐。来多人了哈，干杯。阿大哥还没拿到哦，来我拿，我赶快来呀，赶快来干杯，五百块来，五百块以后我大哥来较济啦。来干杯五百块了哈，谢谢。两盒给你五百了，先生。好，两盒来五百块来，五百块喽。两盒也是五百啦。我说真的，我是乱卖的啦。来，我爸包干杯弄完哈。你要四盒啊，是的，五百。好了，五百给他。两盒三百，两盒三百，我听了。五百哦。五百要给你。对了，五百了。两盒三百。来了，两盒三百啊。
我来得啦，嘿。你甲轻松嘞，放较轻松嘞，再。小姐，你客气。少人，你条啊。没有啦。啊，柠檬汽水买不来啦。我他要请教了。我看叫我再请两个。来，怎么办？来办啦！柠檬汽水买最后一一百六，没有了，一百六哦。来，松紧了。这就适合不买就算了。来，松紧。来，一百六而已，来，别再吐槽来。一包包照冷包八杯，包包也很好，好吃哈。这是厂商再来要我们促销的哈，一包一斤哦。来，两包不用两百八哦。啊，好吃，我是中油条啊。来，一包好了。来，有要吃薯条，听我讲，一个月内吃完，这个期限到十月八号，所以厂商自己自动来。所以我卖你一百块很便宜，再送你一包。好不好，谁好香？来，谁谁的？最香。大冰了，来七八六。来三个。大冰了。三包啊，三包就是三斤。来七八块来，阿姐阿妹看，我有发财。有啦，妹，叫你免烦恼。阿彪阿彪，你出声啊，阿彪。来七八块来。小小声，来，花花园地瓜薯条，赶快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来加，我送你，他刚上豪门评判嘛，来大哥来，来一百六，谢谢，来阿飞大哥嘛，来包给我，我爱龙哥，我爱龙哥，苏菲，来谁拿钱？你拿到，来龙瓜条嘞，我再加来，我几斤可以得？地瓜瓜薯薯条，我加了，二阿彪我再。我差嘛无啦，有啦，够有啦。谢谢。变好笑就是要大家送的啦。爱去吃完，我去冰嘿，沙冈来个吃完，回来让冰一个月到了。来一百块，来谁都拿到的。这没有，这是大款，这没有。谁拿到？来一百块。我还是冰宝宝的。超香啊！哦，我冰宝宝的，卖个菜花，来啊，一百块的，一百块弄我哈。外公阿明仔来。来机会再加龙虾，好啦，你摆我一只宝贝龙鱼，卖掉。五十公分的。再摆掉。五十公分。都挨开啦。然后一张咧吸成咧。我系啊，唔爱切啦，几个人只爱送咧切。很便宜，来盒啦，那个。来盒啦，还有三盒。盒啊，一包八盒。我大明来八盒啊，等一百块宝贝龙虾还够吗？后出退有没有？来，小宝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盒啊，一包好嘅。来两盒，两盒。一包都好啊，明天结清啊。来一包都。一百块，鹅啊，一百块，来多一杯来，来鹅啊，一百，我们都啊，好，好，哎，没有事要交代了哈，好，来，多来，多一杯也下单，来，谁没拿到？谢谢，都拿到吗？鹅啊，一百拢五块两杯，来，阿彪你尝下嘴面哈，来，鹅啊，一百块存两包，来，一包一百，三块，鹅啊，一百块拢我哈，好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要吃鱿鱼啊，来，阿下单我搞好好。哦，这弄到别人，哎，牛二两够不够？好，要炸的别人，然后够牛二两。来，要吃牛二两鸡腿排的哈，够快啊，没五百，没七百啊。来，别再来开三百块的，三百块。三百块后面没有。三百块没三百啊，这当行也当真啊。来，再来没九两百块的，牛二两鸡腿排来两百块。我两两，我两两，五个块。来，牛二两两百。收把劲啊，收把劲。我够赢啊，来牛二两两百的。来，大哥来，谢谢来，一人一份两百块，来我拜，超过，来我拜，我拜，我拜，找下，大哥的，有没有超过？我让给来，好，五哥都给你，那个不是啦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，嘿嘿，峰哥总算是知道那是牛二两，来，没假牛要来两百块我的，我靠要花三百的话两包，好啦，两百块我的。我拼了，来，七八个下去啊！不是三包，拼去，搁起价哦，来两百块，别加拼，来两百，七八个可以来两百块来，啊，车上我来就好啦，来紧来留一下两百咯，来两百来三百来，来紧七八个可以来两百咯，来两百块，哦，够水的啦，哦来，哦要够水，我都行啦，来留一两百块得了，来两百块来，来留一两百块。来了，老板来，进来啦，来了，来小姐等我一下啊，好来，冷八块来，鱿鱼来，前面有抓大的，好来，冷八块来，哦，这嘛是得鱿鱼啦，好，快些，快些，来这搞好喂，来冷八块来，无啦无啦，出去看咧，来掏钱拿杯，掏钱拿杯来，来八块来，上刚来爬回上岸呀，叫经理来呀，啊，经理来爬呀，经理爬了后。
来，大波来，来，给你两包。来了吗？你在那不要吹啊，不要吹啊，别吹啊，好。来，你给两包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吹几碗呢？来，有啊哈。这个姐上面拿杯杯，再买一份哈。你看人太好，来两包。人又漂亮又很好，来，给你两包，后面。有了嘛，有了嘛，有了就算了，来，过一百了。为什么这是我帮他分拍的，我帮他分装的，哇，感动各位两位，那个后面我大哥他就有买过了，这一排已经多少钱，我有拆点，我有九点，来这一排他很好吃，可是他哦解冻哦，他的肉真的是真材实料的，很软，所以我分装，你们回去比较好处理，他们哥去做拍时间，我不敢低点哦，我是天好无聊，来要叫两包，不用没有吃了，来一百块给我们，归一百，别吃饭了，一百给我归一百，一百。我不但帮你分赃，各位你录像，来，今日要吃龟排一百块嘞，不但帮你们分赃，还卖你们更便宜哦。来，一百龟排，一百块，龟排一百，龟排再给我。来五个，来小钱。别来堆啦。今天有刘烨。刘烨，来。来，你跟我讲说没有确定什么时候会来啊。他都会来，还没包好吗？你还不知道礼拜三、礼拜天呢？几个？六个。这个较简单买好不好？不是八袋，是九袋啊，十袋，十二袋哦，你来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一个人十二片啊，来一百。八个，十二片啊，来大哥来。来九个，来一百块来。来十个，好，要多一点。你怎么飞？你怎么当护士了？这个当护士。哇！三个，三个。妹妹还要说没关系，可以送十六个，我一送一个人十二片，包到碗就对。还有龟排在哪里？十六个，阿伯，啥行为啊？这是想写无名的啦，写无名哦。嘿啦，这是想写无名。嘿，你讲自己的意思吗？鱼皮都卖下啦，是啦。我出来，我唔知是不是预热。我一箱钓，我一箱找出来哦，找出来红包。来多利三百块。来三百了，多利三百块。无人为力，我唔得买银嘞。我今带你走出来。无人为力。来多利三百，两公斤外公没三百啊，几个妹啊？我跟你讲，比较多人买一点好不好？多利也用我啊。那个我告诉多利还有。哦，多利还有。哦，我刚才还有。过来，多利红包来。来，多利谁买的？两个，三百块哦。啊，你是不是玩的啊？两个啊，不是两百吗？我还没有降价，我买三百，他们都知道我要卖多少，这里还有。过来，两百，两百。好了，两百的。低价两个。两百。好，哎，我加三百就对了哈。我只能包。讲你平价呀，然后话两百可以了，多利两百。最好姐多利两百块，来大哥来，哎大哥你好。请教钓鱼部哦，苏先生，苏先生，今天呢，请教屋内来，来，哎，找到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人要买啊。来，牛二两鸡腿，再做三倍来，牛二两鸡腿来，来，进来来，牛二两鸡腿来，不好意思，来大哥来，他讲。来，到哪里讲小香肠来？这个就是留给他的，不是吗？哎，留给他的，来大哥等包啊。还有超过了，那你超过了。有了，落来了。这个只有四公斤。你看来，你大哥，还行啊，哦，真正，你有介有缘呐，你的会员有啦，哎呀，以后爱救谁，知无？来，我们来吃。这比小香肠有买过的鸡手香比较快，美玲姐，阿哥有人买叫的无？真正好吃，那个真正很好的来。哎，阿姨你来啊，一百十五条啊，你鱼啊我卖一百块拢唔免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一人一包啊，来小香肠一百块，脆皮小香肠来，大哥要一包哦，来前面大哥来，帅哥来，来一百块脆皮小香肠来，小姐姐，下次给我来，来谢谢，啊你怎么来前面了？你怎么有空啊？来一百块来小香肠过来会怎么？来大哥来，前面来，一百块两包哦，好来一包一百，很便宜，真的很好吃。来脆皮小香肠，宝贝姐，今天进杯，来大哥来帮忙，来一包来，一百块来，来小香肠，你要买的来跟我讲哦。我太喜欢用，用超鲜的，我都好哩。
来一包一包啊，足俗十五条。这真诶啦，这买两包你搁食有够啦，买一包你食无够啦，你忙。讲出来袂，你俗歹食，足好食。来一包好来，一百块前面拿到的。小香肠前面拿到的，光拿到了吼，来切片小香肠。哎呀，你看这阵个来，一堆妈都未完啦。二来毛豆来，蒜里来，蒜头的。炒豆腐呢？现在我都没有装备了。什么东西没有？龟排。龟排啊？你还在找龟排哦？第一排。感谢您。没有，等一下我看到就知道哪箱了。来，蒜头哥三八面来，200块我直接卖到去哪来？200块来。鳕鱼头刀来200块。啊，太神了！多谢啊，等我来接，我都无敢接，叫你来接接接接啊！下张跑腰，不要我逆上爬。来两包红薯，我下单好强啊！来帅超哥200块，来要清蒸的哦，赶快啊！帅超哥来200块，来200块，要吃的赶快不要再抢了，不要再抢了哦！这帅超哥一堆200块一个红薯啊！苏先生，我来200块，跟他们讲，鳕鱼头刀来，来前面好像要去新打港，来春节休了，来帅超哥200块，来给你，动作快来。来200块，安装快点呗，帅超哥200块，来这边啊，来。来200块，蒜里桃子来，都跟我妹讲的。来200块，中午啊，来200块，来桃子大哥那边哈。来，阿姐嘛，你谢谢。来200块，有啊，那拢妹讲的蒜桃子。我们就开始找小张。哎，莫卖啦，我了钱，拢不爱搞，我不爱卖啊，来来，落我落我。啊，上锅关掉。帅超哥都关掉呗，超哥你还没有拿到，来不好意思，来谢谢我阿北妹姐啊，来快点快点，五个，来能办来，上门妹姐来搞共，谢谢啊，他说是搞共跟金鱼片的，不好意思，想到了，来能办不？来帅超哥站起阿北二楼，每天几钱每赚多少而已。小香肠不能烤肉，小香肠专门是烤肉的。凤大哥，来帅超哥200块，来上面把两片，手机请两，别三个别啊，来弄吧哈，好谢谢你们。来阿古来别挂下单啊，快来挂下单啊，我带你玩大挂厂了，挂下单了，来下单卖杯几千，卖杯高八，火化火化啦，不要下单还要挂火化。来啊，黑啊，很久啊，黑啊，看我边啊，不好呀，不好在。那个黑啊，够冰不啊？端午过后等下啦，帮我用一半。来一杯300，两个人点两杯，来200块来，一瓶，师傅一瓶，来200块。我啊，就两个人点两瓶，那边再一杯。猪汤有行业啦，好呀，大行哦，别个行啊，包下来啊。我们来行业啊，好个，下单来开始进货呗。这是因为了我逆上，我不要发几百啊！要吃500块，紧落我来吃啊！我发500，绝对了钱来。有要吃，紧500块我。多少钱尔？这我刚两买着600几块，我要卖你500。这买先来好嘞。几百块而已，来500块啦。几百块请你来500了，下单500块来，两百斤来。我要下单那边500块，我吃好好的。来几百块来，下单500，过来。哎，这500是下张的吗？下张的，下张。我不会让你下张的，来，还有第二关的话。来，爱吃粉到海北，都吃不买着，应该全部换车啊！哈。我回家。我回家。三个人的。好，三个哦，免500，一三个，四个。是不？没啥吧，谢谢两位拢无啊，来现包好多，200块刚刚我叫你包一份。三个，三个。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三个。四个而已，没有了。好，四个客人来。多了，我那边多上来一桌。好，再来一桌。多排不搞，他们应该是下定。嗡，不要乱讲嘞。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多位啊，下定几块嘛？赶快一张行吗？怎么样？我还没记我乐不乐？没记得。来那个虾子四个，这里。来，加我。慢点。来，要吃300点多，来300块多少？一百二啊。
你要三百啦，我三百给你啦，真正无无吃，大地来三百，我小姐要来三百多。大家有鱼肚吗？你要鱼肚哦，来，这一片再给你们，来三百块，一片不到八十块呢，一点什么八十块啊，两百斤呗，分开装，装一起。来，进来，来鱼肚，来三百块，我可以装一起哦。三张好，来鱼肚三百块，不然要吃鱼肚不？真正大地，真正包的来，三百块来，各位姐。再来到三百，来进一片先，哦，好，工作不好，拢无方便，都歹势。来，今年工作这里来，来每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后来三个人给两个来，来三个客人可以今年变大地哦。来三百，来最后两个三百块就来送钱了。来，搁一个三百，来这边三个不好意思，好，安尼等下我无时间等你啦。来六地，来七地，来八地，来九地，来十地。再写蛮下去的，等一下，不一样了。车上还有半，车上啊。来三百块来，有啊。来，一直来一下。那个来上面吃咖啡片，三百块吧，小姐吧。给我一块哦。小姐吧，小姐。来，这里变三百，三百块就等我姐哈。哎，我还没做出来而已啊。来，田虾有啊。哎，我都叫你公斤。我们家里害你呐，你家里公司跟家里害你。哦，这样先放好。我有家里约时间，伊要铺上花，伊就我就去甲带上。哈哈，我吃这来，其实想谈一包两百百毫升，这多只好，但是无上啊，来一包百毫升，来咪叫。是啊，这可以烤，可以烤哈，下锅也可以，来百毫升，来百毫升，百毫升。我们话了，我今天了。今天了钱啊！我你刚刚过来搞订五包十包啊！一人一包七只，没百货来，七百货来，七十香肠来，一百块。我还记得了，我收到了啊，来房屋里边的。你来七十香肠，等一下，你开车还是坐车？来七八的。我刚刚第二波摸的，你是坐车还是开车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开车的话，走国道真好吃啊。然后到333公里。你刚才我七百货那边弄的，那边七十香肠。他喜欢加没加，他不会开吗？我买买买先。买一包就好了，快走。86线走到底，再左转，走到就到了。这个回馈，来一包都发了哈。来剩一包了。走国道以后，走国道以后比较快，到南下333公里。来一包了，转来这边了。来一千块的，转台86线。哎，米勒，我们今天去往台边的往西部的方向走。好，这个来，我发来几千块上小巷，来红红大车的。来，红红大车之后。再左转，让轨，它那边就是往新，然后看到就是往新达港方向。开轨啊！对了，没事，来给你冰块，给我一款，不用太多，你好就好了。来，别别吃红烧五百块嘞。没得黑啊，出台蛋，爱出台啊。五百多钱没有？哦，好啊。对了，刚好来，我哥要吃红烧，大哥你过吗？我来。欢迎光，给你。我是要你，找你黄生，啊，那三个帅哥收三百的，安尼两个拢买会着，安尼我方便啦吼，两个拢别介绍啦吼，来，好，阿要搁食鲑鱼哦，鲑鱼已经咱食不。